filé.放 kick， 基本上对我一个选官的逻辑，通常是因为你一定会变终点嘛。那所以乌托邦通常能够选到的都只有汤恩斯利达，感觉他超常在汤恩斯利达，他可能刚刚自己也觉得会不会太多场在这里。这不是很像前一个小时全通常都是在汤恩斯利达吧？对。我们都没看到 Smash Bill。反而是大家不喜欢 Smash Bill， 可能觉得太小了。哦，我觉得 Smash Bill。大家这些角色都会需要多一点周旋空间。我没有办法接到 follow 了。对乌托邦来讲，要打赢这边，可能还可以，还可能可以打两个赛。两个 BO 五，哇！两个 BO 五的话，我们会到十二点多啊。哦，漂亮的 combo， 哇、差一点，有机会，刚刚差点有机会直接在很上面地方杀掉。他也用了 up B 来逃避他，可是奥多没有做，没有 punish 到他。我逮到了，真的是那个空中combo真的非常强劲。读的那个 basic 很好用，然后基本上也是一个很强力的杀手。他读的那个 spot dodge。好。那 hit confirm 是很好的，有一个 edge guard 的机会。什么 standard combo？ 其实 standard 的 landing area 才是真正的非常好用的。最后一个 hit 可以变成一个 combo。哦。哦哦，各种没上，但是其实的话都不上来了。哇，还是被抓到。好，抛点石机会。抛点石机会是什么？哇，他是过高。这样的话就会觉得有点可惜，如果用个 Forward Smash 的话，搞不好还可以。应该可以吧？但 Forward Smash 的话，虽然它 life 很少，可是。哦 ，no！ 没看到，没看到，结束了吗？啊！哇，可惜了。大鱼取得第一场胜利。哎，你稍等一下。万年被。哦，反倒是乌托邦主动选 Smash Bros。2, 1, go！ 我搞不好是要利用速度去 pressure Sanders 吧？我不太想给 Sanders 过多的空间。哦，没有抓到。那个奥比尔成功了，而且还接到了 combo。哇，你当你真的要挣脱这些 set up， 其实也真的是比较简单一点。那乌托邦也闪得很快，可惜没有造成大伤害。现在趴住的人都相当低，这样节奏是相对也比较慢一点。哇，但是要接到，哇，这么高的地方还是接到飞了。哇，我要送出去了。哦，好，谢谢哦。拜。哇，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打波，好无聊。好，没关系，我先想办法转播完这一场，一个人也可以。我现在趴住人还是十分接近，大鱼有些微的领先。哇，这个 edge guard 机会！哇，看来他还是注意到他会 air 到上来。哇，这个 high recovery 大鱼不会错过，马上要打掉一个。但把 Sony 的复活选项受限于只剩下那种 linear option， 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 mix up 的时候，大耳腰 H 杠就很容易。哇，这个大耳的阿贝尔使用，哇，一
个大伤害，哇，他可能想要 re， 我操，会 air 到，这样他就可以直接挡 air 下去。哇，这个抓斧头啊，居然都还没 punish 到，有点伤。直接 grab， 封锁了斧头啊的 approach 的选择。哇，我操，回不了场啊，回不了场。嚯、哦、嚯，不错，没有 air 到，没有上当。反倒让乌托奥掌握这个机会，漂亮的 reverse edge guard， 只有大概不到50%的差距，其实对乌托奥来讲还是有机会。哎，还是很有效的把乌托奥困在场边，有一，炸弹要小心啊！哇，漂亮的 attack， 哇，又是这种 cross up， 绕你背后这样用。太多太常中招了，这个而且击杀力又相当的强，大鱼又抢得一胜，他已经听牌了。哇，感觉哇，他又换了一个 counter pick， 还选了可能哇比较特别是选了战场，对 Sonic 来讲啊，他感觉一般 他自己好像也比较少选这场。我是想改变一下节奏。哇！哦，这次成功躲过这个 ledge trap。哇！又是这样被哇，差点就是直接下去了。有 read 到他有 air dodge 的那个意识。哦，不知道，反倒这次稍微掌握一点先机。漂亮，这一个点，就是把三个东西丢出场外，那反而差点被那个给射到，又是一个，哇，不过没有办法有效把大鱼控在场边，但他还是抱趴树领先。这感觉是一个 mind game， 但是保护的很有耐心，不轻易的这样站起来。哦，这个是 punish 机会，感觉 falling up 也不是一个最好的选项。看来我还是有些微的领先。哇，绕过这个，但是直接，哦，因为当时过那个，但是又直接被抓住。哦，要小心他这样的什么东西啊！送的那个方向角度非常的不利。嚯，哇，又是个大胆的选择，但是这稍稍奇效，一个 air guard， 一个漂亮 forward dash， 这是他成功的抓了，就是。这个赛里面乌托奥第一次取得领先，他能够善用这个优势，又是用阿贝尔来做 combo starter， 乌托奥真的很喜欢。哇，又是被这个 crossover 给用到了。哇，可能在选阿贝尔的时候真的要小心，当大鱼要降线跳过去的时候，结果大鱼都自恋。不过撇开字面不说，其实的话在刚刚那一局其实也是整体来讲也都是一直处于领先的优势，他成功把握了机会，那现在呢变成局数变2-1。 3, 2, 1, go！ 丢大耳又带又回到该都可以。的确，一般来讲都会觉得这对 Sonic 来讲是一个，并不是最有利于 Sonic 的场地。那当然也可以利用来做很多 combo 的东西。不过刚刚乌托娃在上局还是有办法赢的，就看这局的。哎呦，没抓到！大宇这个 tag 的，两边。
互相用这种攻击去撕裂。感觉乌托瓦改变最大的地方就是他不再那么容易被大鱼抓镰刀到，至少不会那么轻易被抓到的话，就可以减低大鱼那些 ECU 的防守。但现在要避免掉就是他被 Let Try， 哇，他重复抓了。哇，又是被，就是出来了，哇，差点直接抓。哇，对他这要该避免就是要被 let try 啊。大鱼的手边真的是非常的强，因为在悬崖边那种各种 cross 啊、miss 啊，基本上乌托要懂得各小心翼翼去应对。一个手边机位，但是太晚用了，大鱼已经先跳起来。哇，就是我们刚刚说在悬崖边的时候，大鱼很长，就是直接这样一个 neutral 就直接。让这一命没了，但是他这次反而是一个横越场地的一个地攻击，了结乌托奥这一命。哇，现在乌托奥面临的可能是最后一个 stock 了。哦，漂亮！结果居然是 trump 之后直接 back in， 乌托奥没有让差距被扩得太开，现在还是相当的接近。还是想要用阿贝尔来当抗暴超人。哇！对啊，现在乌托奥真的比较不容易被 grab 给抓了。就是他就是说，现在对他来讲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大鱼各种手边的黑哨。对。现在又是关键，大鱼一个手边机会，哇！他对，就是乌托奥这个在这个比较失败的地方，就是对大鱼的手边没有一个有效的对策，所以恭喜。